雄雄在梦中来行醒，留着情伴甲伤心泪，懵懂彼时，当阮的袂跳落去，才知影是行着险路底过日子，浪子的命可比流金，不知何时会来消失在天边，想要回头，提出勇气，划破七土，无聊时，浪子的命可比流金，不知何时会来消失在天边。景浩，你看，这是我特别准备一挂补品，你爱记得吃。你的心情那看起来，那就袂歹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代志敢有解决？无啦，迄款精油，只要能用就无用。天师，你敢会当莫搁伫遐想迄有诶无诶啊？哪会安尼啊？我明明有交代伊一定爱用，我嘛相信你会听我诶话啊。你是毋是有偷偷诶甲伊讲啥，做同意用？为虾米我用心计较，你煞伫我后面去我后脚？什么拢无讲啦，我才无希望到底跟这件代志有甚物牵连的。迄款精油，迄有因咩改造呀？你无做到，我什么拢无讲啦。小云一看到迄款精油，就讲玫瑰精油会让孕妇老体。听到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阁当作你的计划，迄个发现啦。惊到心脏都要停去。你敢有怀疑什么？焦恩想过单纯啊，也无想遐济啦。要唔过，迄款精油已经给焦恩摕走去啊。你应该是报道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啊。这招无路用，看起来我会想其他的办法。你敢袂死心哦？你是搁想要创啊？我还没想到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。妍希，看你也是较细腻较好啦。迄款精油，佳韵若摕当去抹抹的，若发现有啥物问题，伊敢知影就是你在变鬼啊？我着唔相信，伊真正有遮尔巧。既然你遮尔爱插手。那安尼，迄个精油，予伊摕转去抹，嘛好，伊一定会后悔。你是怀疑啥？佳韵若无有心啊，爱精油抹抹的，对伊也袂有影响啊。你毋知，迄是我精心特调的精油，用过，保证永生难忘。来，老赵。喂，老大。老大，我那边看到韵如啊。阿姨说在倒，你家己唔知啦。哎，我唔知影，昨我甲客户应酬啊，啊啉酒醉哦，当下就困啊死死昏昏去啊。应酬？真正常啊，有啥物好想起？啊，我知啊，暗时回来无加班，互头家娘念啊。哎。
这位，歹势啊！啊，昨午转去拢着人来食饭啦，啊，你家上去应酬，搁啉醉。哎，大哥，不要紧啦。啊，韵蕊个性吼，来了紧哦，嘛吃了紧啦。较等下早顿吼，食食的，我才会说说着嘛。大嫂啊，想袂到你心肝这么歹，竟然做这种代志。韵蕊，我会好好讲啦。一透早你咧屁屁叫，大家听无你咧讲啥？听无，恁看。水妹，你手是安怎啊？你问大嫂啊。昨晚我帮伊送我的玫瑰精油，今日透早起就变安尼啦。你到底伫咧内底藏啥？无怪你会想要送我。韵如，我昨都甲你解释了真清楚啊，迄毋是我买，迄是人买来送我二姐。你这趟甲代志拢落去我才来哈、啊。精油是你送的，我无问你是要问啥物人啊？怪手哪有疤痕，以后是要安怎啊？应该是精油伤过纯啦，啊，纯度太高的精油直接抹伫咧身躯顶，可能会灼伤啦。娘，你赶紧带伊说去给医生看。啊，是不？行，咱先来便宜。我以后手能安怎？我无可能原谅你啦！三号，食早顿啊？免啦，恁食。阿婆，我帮你装便当，阿爸给你炸起，好不好？免啦，我路边买就好。无差一点仔时间啦，佳姐姐走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妈，还是别讲啥啦，透早这严肃。问你呀、啊，这是啥？妈，这是正好旧的身份证，哪会伫你遐？正好，你背包毋是拍无去啊？对啊，妈，啊这旧的身份证你找着啊？啊，我背包你敢有找着？无啦，刚才看到这张哦，搭伫碰伊的脚。你有影真害呢，这重要的物件，你哪会买收好啊？妈，袂要紧啦，正好今麦已经办新的身份证啊，这旧的哦就自动作废啊。对啦，这张我搁摕去病院的碎纸机甲废掉就好啊。你唔通袂记，你今麦的身份哦，甲较早无同款。你即马是人的翁婿，是人的老爸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即马当去上班啦。你外将两出来才去哦、喔。阿玲会无？不用你啦，你是咧着急啥？我阁有代志要讲。妈，你平日做事该讲我完咯。姐，妈，这是拍开看麦啊。妈，啊你是要手指我们在创啊啦？你搁好意思问哦？我都已经结婚啊，啊家门的尽头啊吼，搁空空。莫讲我对恁丈人丈母嘛歹交代，我逐摆若看到家门哦，我都感觉予伊足委屈，对伊感觉足歹势。妈，你莫安尼想啦。家门啊，妈妈有会所啊。
啊，看物件的眼光哦，可能甲恁少年的无同款。啊，嘛有可能这手指买了无够水，无够贵重。啊，不过这代表妈妈对你的肯定甲尊重，嘛代表对你有一个抱歉的心。你收起来好无？当然嘛好，妈，多谢你对阮遮尔啊用心。只要是你拣的，我拢介意。正好，你今天要看。正好，啊你毋是赶时间？我手指阁无感觉，即摆手指一挂起来，真正加一份稳定，啊，阁有实在个感觉呢。有物件甲无物件当然有差。前头有挂手指，表示讲这对婚姻的认真。你嘛紧甲正好挂。对吼，我感觉阁家己欢喜。正好。妈，我恁家上班啊。等一下。手指才挂一半，你头晚咧做咧走，你敢这尼啊无想要挂手指？你是不是后悔跟我结婚？我不跟你讲。那你是哪里只阵要跟我讲话？连看拢不爱看我，甚至连开嘴跟我讲话，拢这尼啊勉强。你想勉强，我不想要抓你。你莫用这借口骗我！这跟你无想要挂手指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嘉文啊，安怎是？我头拄天啊！我囡仔敢要安怎？你慢慢呼吸，调整一下，来对啊。一个手指安尼艰苦坐挂，我甲你讲，迄手指哦，随个我挂起哩。啊，若无，你就莫转来，嘛莫叫我妈妈。好啦，我挂，我挂。今晚赶紧上班啊！起来，起来！阿妈，阿哥真艰苦是？我是心内艰苦。我实在做好十几年，伊从来拢毋捌像即马安尼。伊感觉是我当初熟悉伊的人，嘉文，妈妈真对不起你，拢是因为我伤过疼惜伊哦。才让伊的个性变甲安尼，这甲你哪有关系啦？有关系，
管的，因为伊是我唯一的后生。不管拄着什么代志，我拢先顾伊，才让你这尼啊委屈。我为伊就该死。妈，我这么严重了。可能就像正浩讲的，伊拄先主治医师，压力不是咱想的这么简单。可能过一阵嘛，等伊工作若较稳定，伊脾气就袂阁这歹啊，对不？结婚的代志，若是伫病院传开，一定阁会去刺激着严师。伊即马规个头壳拢在想讲，要怎对付这阮巴肚内囡仔。伊若阁听到甚物闲话，毋知阁会做出甚物款的代志。正好。你在创啥？啥物物件叫予我看到？无啦，手去摸到物件啦。摸到啥？予我看。无啦，病菌培养皿啦，你莫懵啦。我唔相信。这是病菌培养皿。你直接讲白贼。拢袂跳脚，严师，是你啦，我伫惊你会生气咩？是，我真正足生气的。你明知影我会安尼，你搁甲甲吴佳文结婚手指挂起哩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是想要提醒我，爱会记得我的身份，爱会记得我是你的小三是毋？严师，你较细声个啦。是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这手指是我妈买的啦，你来看，这手指的款式这么老，而且还这细卡条，我根本就把我挂袂起哩。那是我妈逼我挂的啦，若无伊要甲我当作母仔关系呢。好，那呢我予你选，你想要做一个孝子，继续接受恁妈的感情勒索，还是想要甲吴佳文离婚？跟我斗阵！不然即马是安那？凯连你都要逼我啦！即马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拢想要把我逼死掉啊！佮当作上无还佮有你会当理解我，想袂到你即马想要把我逼死！你讲话，敢会当凭良心？敢讲我对你付出的耐心佮无够济？是，啊，这代志我都已经有咧处理啊咩。我若是想要全世界所有人知影讲我已经结婚啊，我敢有必要挂手指？我就放贴啊，互大家知就好啊。我的低调是为虾米？你敢唔知？啊，不过即摆恁妈无伫你的面头前，你就免甲手指挂条条啊。我即摆就拔袂落来咩？你若是拔袂落来，规气把你的手剁掉好啊！严师，你是甲我讲耍笑的哦？我是外科医师呢。你毋是讲你根本为着我无做医生？这话我是捌讲过，无毋对。遐毋过你为着一支手指拔袂落来，要甲我的手剁掉，这讲是要用笑死的哦！我是甲你吓惊的啦。看你以后，敢搁敢用这种代志来刺激我？
子，我唔是唔敢，我是唔甘。我着你为我这么伤心，这么生气着，我自己心内嘛无好过啊。好啦，那么安尼无，看你要哪处好，我拢接受。好啦，奶奶等下我用纱布，把这个手指拔下来，然后你要陪我去一个所在。真歹势啦，因为吼你临时通知要翕相，所以阮准备的时间可能较无够啦。嗯，是讲无问题。是，你是阮的定制客户，所以阮一定做到互你满意。安尼着吼。阮翁是医生，逐工为着救人，就伫个病院内底。阮无闲到无时间翕相。伊今仔日的手术取消啊，我才带伊来，所以恁绝对袂当让阮失望哦。请我们休假放心，绝对无问题。这张相片对阮来讲真正足重要的，意义嘛真大，所以摄影师的部分，请我们休假放心。你一到阮联络了后，阮就马上动用关系，为外口请知名的摄影师爱丽丝周来为恁翕相。听起来敢那足厉害的，那那摄影师伊今嘛伫？摄影师已经伫摄影棚里当台录影，请你等我来。好，呀。你哪会无爱叮当？你是要搞些什么相啊？你真正足够注意，来婚纱店当然是拍婚纱照啊，那我翕啥？大头照。你是要搞些什么相啊？你真正足够注意，来婚纱店当然是拍婚纱照啊，那我翕啥？大头照。无啦，翕婚纱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若无想跟我讲啊？我嘛是临时收到啊，你即摆知影毋是同款，敢讲你无想要跟我翕？毋是啦，婚纱照，你该画新娘妆，啊该试礼服。万不然，你若无介意，爱改一次一次安尼换，我会报告门诊，我惊时间无够啦。你放心啦，婚纱我已经拣好啊，而且这嘛毋是正式的婚纱照啊，妆会当较简单就好。惠迪，只是翕一张婚纱照，互我欢喜一下，袂用遮尔侪时间啦。我保证，绝对袂耽搁着你下晡的门诊。袂用的啦，这翕婚纱真尔重要着，你袂当凊彩翕。那无安尼好无？既然你足想要翕，有一天我特别请假，咱来去外口过暝，看你想要哪翕，咱就哪翕，安尼好无？所以你感觉拍婚纱照袂当遮尔凊彩，袂当较简单翕翕就好。当然啦、啊。那你像那，你也当这么简单，把迄个查某登记结婚？你为什么袂当甲伊讲，等你有闲，等你有心情才甲伊结婚？为什么跟我拍婚纱照爱紧日子，啊，不过甲伊结婚，煞会当这么啊凊彩？咱无共啦。哈哪无共？要靠我骗是毋？我无骗你。既然安尼，你拄只只讲，不管我做啥物代志，你拢会陪我。是安怎你一翻头，你所有讲的代志拢无准算？我只是感觉咱今麦无必要翕婚纱。无必要。阮的感情袂当公开，无婚礼无祝福已经有够凄惨啊！敢讲？我想要翕一张婚纱照，予我家己满足一下，拢袂用的哟。
你实实句句讲你爱我，敢讲拢是假？这是翕一张婚纱照，你拢做袂到，你对我讲有啥物是真的？请问录音机有啥物问题？哦，无问题啦。行，你上啊。是你讲你要翕的哦。对，是我讲我要翕的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啊，安尼真好，来，过来，好，过来一个，安尼真好，哇，张先生、张太太，听讲恁拄啊结婚无偌久吼，真正足速配。张太太即马安尼哦，已经真好啊，张先生，你莫紧张啦，放较轻松的，不要紧啦，好，快去看麦，哎呦。哎呀，真好真好，哎，我卡一下。张先生，是不是我相机安尼给你翕，你紧张哟？我是有些嘛无惯习啦。不要紧啊，这正常诶。无你莫看我，看太太的话。来，您深情相望啊，享受诶夫妻甜蜜时光。哎，好安尼真好，好嘿。哎，张先生。手放在这，放在腰这吼，放在太太这，安尼真好吼。对对对，安尼真好。哦好，啊两个人手牵起来。对好，真好。啊，搁较歪，搁较歪，平啊都平啊。好，无经理，咱咧再麻烦你替我安排。嗯，德祥，拜拜。啊，哎呦，那主头早起来，他靠着安尼头晕目暗嘛。大嫂啊，想袂到你心肝这礼拜竟然做这种代志，恁看。玫瑰精油里面的成分到底是啥？那海韵如果变啊这么严重？唔对，那罐精油原本是要上二级的，啊，万一里面的成分真正有问题，那即阵嘛有心，若是搁去用着，效果一定足严重的。到底是啥物上我二级啊？伊是唔知影里面的成分有问题。那是挑工要害二姐，是安那边安尼做啊？哎呦，啊！佳云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头又搁你疼啊？我看哦，你还是少动脑筋较好啦。啊，若无有执行长又搁会怪阮，无甲你斗三工，害你伤忝。啊，唔是哦，都无体力应付伊啊！你敢讲的？你刚头陪你伫个办公室讲种十八禁的哈？哦，就听讲笑啦！我讲真啊，我是公司昏迷的人，第一次面面头前来替恁讲好话。我会甲伊讲吼，恁两个为着工课拢无时间谈恋爱，干明拢袂好公司啊。那呢，我搁较好好感谢吴组长啊，来。借好你婚纱公司摄影优惠券，无唔对，因为一条龙包套服务的业绩真好，所以啊，甲咱合作的婚纱公司专工送咱这优惠券，真会好。哎呦，我婚礼拢办煞，摕着优惠券是要创啥？我用袂着啊，你老的。啊，唔过我即卖也无对象啊，是要甲谁拍婚纱照？而且这优惠券也无限制啊，就算你婚纱照用袂着，买银拍全家福，全家福的相片，这也能领哦。好啦，那你我收啦，等下。
唔免客气啦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记得给地址先藏面头前，替我讲好话哦。你只要个代志做好，敢说嘉云替你讲好话哦？无啦，小可是咧甲我讲生笑的啦。无唔对啊，执行长，以前我就已经足拍拼咧甲吴组长斗相共啊，即摆吴组长又阁升格为执行长夫人，那呢我阁开定金帮助伊的，唔才会用的。我即摆就马上去客户遐拉业绩哦，拜拜。鬼头鬼脑，是讲他两个咧讲啥 ？Women's talk， 闺蜜之间的对话，袂当甲你讲。对啦，你有甲志文联络无？啊，韵如贵宾的状况敢有较好啊？志文讲无代志啦，有保佑啊，跟你讲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今有的代志还袂无清楚，我还是先来甲志明讲好啊，较免伊误白想。啊，不管喏，我哪讲一半啊？无啦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足烦恼韵如的啊，唔知影伊是毋是也是搁感觉足无爽快，也是搁咧怪我。这代志跟你无关系啦，家己莫乌白乱想啦。啊对啊，今仔厝内有真重要代志，下班了我来去买物件。好啊。阿妈送我的礼物来伫遮，那安尼，大兄、二兄，我的礼物嘞，送你一串胶。我也送你一串胶，刚好两串胶。哎，你就怪我奶奶，有异性没人性，娶到某就袂记我这个小妹啊。珊珊，志明跟志文是该讲生笑的啦。我送你的礼物，该藏在你的车，搁你的房间内面，你慢慢找就发现啦。哦，你阿哥也要玩寻宝游戏哦。其实你今年啊，上好的礼物就是你大嫂。因为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哇，大哥，啊，找到机会哦，得跟大嫂放闪嘞。啊，我的水果嘛是啊，嘛是这世间上哦上水的天使。哦 ，Excuse me， 今仔的首先是我，好不？阿妈，你看伊呐，啊，你紧嫁就好啊。我阿妈。歹势啦，我要去别人遐跑跑，再许三个愿望，阿玲豆豆在家放闪哈，拜拜，拜拜，真欢喜哦。啊，这是校园卫生棉啊，歹势啊，是我的。啊，这唔恁妈给你好运棉，啊，你也乌白蛋。不是你 lucky 啊。真嗨嘞，你啊。嘉云啊，你真乖呢，阿妈的话你拢有记条条哦。是啦，阿妈，平常时啊大嫂，结果无要无紧，啊私底下才哩拍拼着。志文，咱嘛袂当放松哦。不管安怎讲啦，只要恁愿意生吼，阿妈就放心啊啦。好啦，我真正要起来休困啦。阿妈，我嘛要去你客，唔行再出去，我陪你去。嗯，好。阿妈晚安。晚安。唉，敢若剩三千外，就算讲全部拢领出来，嘛还阁差四万七呢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无交迄五万块，安尼小珍伊就无法度出国啊。收这也无路用啦，都要赶紧想办法啦，去装钱。唉，是讲啊，一时半刻嘛，唔知影到底要去倒位装钱。哎喂，小庄啊！是我永健啦，我想要请问你哦，你遐敢有人欠临时工的哈？
只要会当领现金就用的啦。啊？无。哦，我知影即摆环境无好啦，啊，不过我真正足需要钱呢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无，你只替我问看卖啦吼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小刘啊，啊，有空话要给我哟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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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讲啥？迄个客户足歹应付的。放心啦，我想我真勇敢呢，搁较歹应付的客户，我拢有法度搞定啦。啊，你会记哦，千万唔通找别人哦。你即马甲地址哦，我即马随过啊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小刘。就大的 surprise 要送给你，当作是你的生日礼物哦。上好是真正让我感觉 surprise， 啊，若无等，你就一个干杯，向我陪坐。无问题，来啦，咱归去哦，今麦就饮一杯，来，我敬你生日快乐，干杯！干就干，谁怕谁？干杯！我一点的吗？都怕死的。你敢真正要看？唔惊上刺激吗？惊啥？酒我拢啉完呐，搁会惊上刺激？紧呐，我的生日礼物伫倒啦，好啊。好啦，要看因诶，啊唔过，你先戴眼罩。哇！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等下啦，眼罩阿伯也摕落来啦。你准备创啥啦？哎呦，小戴，你着知影，来。哇！请数到三，才把眼罩摕落来。我保证哦，小蛋仔，你看到的画面，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，佫会让你有一种变成女王的感觉哦。阿姆哥，你拄只毋是只讲唔惊刺激，敢讲连数到三拢唔敢？我真唔惊嘞，上吊死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那也是伊，这个人是谁啊？那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不管了啦，代志拢到这来啊，衫嘛已经脱啊，若无继续跳落，恐惊领袂到钱嘞。哇！我是安怎？那感觉面这么小？心跳这么紧啊！你快坏哦！跳得袂歹哦。这个声音我刚刚在哪里听过？哇哦！这个人我嘛刚刚在哪里看过？啊，到底是伫倒啊？
三弟，咱的爱啊，风风雨做阵行。外面啊！三哥，你有要紧无嘞？当然嘛有要紧，这个人哪会伫咧遮啊？哈？你是识这个猛男哦？我根本无爱识识啊！我的手竟然去摸着伊，哎呀啦，我的手要烂去啊啦！多谢各位捧场啦！唔知银儿的表演大家有满意无？当然蛮满意，当然蛮满意。你来无满意啦？拄则我叫你甲我做伙跳舞的时阵，你嘛跳到足欢喜的啊！啥物欢喜啊？是你甲我意会唔吧？我才会勉强配合你呢。这个生日礼物我无爱啊，你继续倒去啦。珊珊。好啊，爱我倒去嘛是用的啦。啊，不过麻烦恁先甲银行嘛，我跳舞的费用哦，好啊。我拢讲无介意啊，你还搁加讨钱哦？我舞嘛已经跳啊，舞嘛你舞过啊，这个钱哦，我一定要收啦。你好意思讲？你伫健身房唔是拢互摸免钱的？迄是伫咧健身房，起码是伫咧家，家都是爱收钱。你真正是钱鬼呢？你安怎讲哦，拢无要紧啦。我从来都唔捌占别人的便宜，我嘛无可能吃亏啦。既然因为我有跳舞，就是爱收到这个钱。我真无爱好你。哎呦，好啦，珊珊，你当然唔免付钱啊，这是阮甲宝娜送你的礼物，当然是阮来付钱。来，这红包给你，你若是愿意阁继续陪阮跳落去，我阁会当加钱哦。无问题啊，因为我的时间足多啊，我绝对奉陪到底。哇！哎，少爷！哎，你不是来跟我庆生，哪会跟你上啊？哎！哇！拍摄啊，是我的。啊，这唔，恁妈给你好用棉，啊，你也学袂来。无说你落去。这个大嫂真正足够假，表面上对生囝无要无紧，实际上早就伫咧准备啊。若是让伊生有囡仔，我伫咧林家就真正无地位。我有搞到一个好运棉，系伫咧枕头下骹，嘛有系伫我个包包内面，干呐差无搭伫咧头壳顶尔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恁紧去休困啦，先安尼，拜拜。哦。我小青蛙，妈妈是关心你啦，你咪我们用口面就该讲袂。妈是安怎袂关心你？生囡仔毋是我一个人个代志。你想要对我创啥？困较过啦，水眠的。爱蹭蹭。哎呀，我知啦，我知哦，你去我妈念念爱情环境阿赞，俺讲妈嘛是关心你啊。啊，而且我从来不认为讲啊，生囡仔是查某的代。总讲，咱若真正想要有囡仔，我嘛尽我的本分，我会替你量你的体温，替你做记录，
而且叫你逐工吼，着爱睏较饱，爱有眠，爱食较营养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完全奉献我自己。讲讲肥大堆，最重要就是买来即句。我想要讲啥？我才袂互你怪去。硬气硬气，放下，放下。老天爷，搁是谁啊？喂，谁啊？大兄，是我啦。哎呀！韵如，安怎啥代志？大嫂，阿嬷伫找恁，叫你去因房间。这个时间阿妈不是应该在休困啊？我拄则拄着阿妈，阿妈甲我讲的啦。啊，你紧去找伊啦，莫后待伤久哦。敢要是爱我死去，等下厝里全身生囡仔。要了家己约啦，行。等下找阿妈，行啦。面对现实啦，较紧的啦。要找阿妈问个清楚，唔就好，行。大概了，行啦。我先洗。啊，可能是拄则伤过紧张啊，我先来去便所一下。小妹，他人呢？失眠了，那好悲哀。哎呀，老高一地伫遮啦，那要收啊好。哎，志文，你去慢跑回来啊？是啊，师傅，我都运动煞啦，这慢跑哦，我身体哦，我爽快。咱若只要想要生囡仔哦，你哦来对我去慢跑啦。我才不爱嘞。慢跑这么无聊，我干嘛上瑜伽、有氧舞蹈？啊，迄个同款啦。啊对啦，啊拄只吼，你有一袋物件吼，我甲你收下，放伫遐啦。哦。还过啦，你有落到一袋吼，伫遐个枕头下骹，我嘛甲你收收下啊。哦。嗯。啊！啊是安怎啦？花园大师要出一条。你来这里假跑啦！哎。我替你把物件收起来，好，你妹。那是，拄前落地遐的卫生棉哦，是孕妇上好的好孕棉。我接到孕妇的去，那是助孕呢。你莫把一堆好孕棉哦，放在内底，我两人做伙，那知都是在做事啦。啊？啊，敢那一袋尔？啊，只莫两人做伙啊呢？你莫问遐尔多啦。我要叫你去。哎，水宝哎，啊！你拢睏睏，你要枕头下骹，你安尼硬硬敢好睏啊？那予大嫂先有心哦，我唔则会睏袂去。韵如啊，生囡仔哦，顺其自然就好啊啦，莫家己遐尼大压力哦。有囝有囝命啊，伊若真正要对咱哦，伊就会对咱啊啦。等等等，囡仔用等下就会来哦，你敢无看到？拄才你甲珊珊庆生的时阵，大嫂连好玉棉拢准备好啊呢，啊结果无要无紧，咱动作若是较慢的哦，以后新相识拢无效。哎，我无相信讲吼，迄大嫂心机遐灵动啦。你的意思是我爱计较？你真正想要听？我不想听，去辛苦啦。好啦，我想辛苦啊。
真正来乱。李白，先讲好哦，麦使呢。同乡同事，你怎会来？云罗，阿妈讲伊根本就无找阮。伊讲伊嘛无拄到你啊，这哪有可能？你即摆意思讲阿妈讲白贼咧骗阮啊？哦，我伫咧想哦，有可能阿妈原本要甲恁讲啥，唔只会叫我请恁过去。啊，后来阿妈想想的哦，无妥当，啊，就变安尼啊。哎，我哪有可能用阿嬤跟你讲耍笑啊？那是啦，行，带房间。嗯。玉露，你枕头唔好困咧悬，啊无伤颈椎啊。多谢大兄。嗯。多谢你啦，我是今仔生日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唔若无感觉着快乐，顶多就生气。啊，就因为有一个足白目的啊。这是因妈的酬劳五万，你算看卖着无？安尼一暗就赚五万块，加上小费，这敢会伤好赚啊？我有代志，我等下靠你。无唔对啦。这是五万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呢。哎呦，我们家甲你说多谢，你确实跳到袂歹，而且身材嘛真好。以后若是阮饭店有这种需要，我一定会阁找你的。哦，好啊，等下我提名片给你。好啊。你顶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吼。你是健身教练哦？是啊，而且我足专业的啦。你若是要健身哦，会当找我啊。无问题，那安尼过两天我再甲你约。好好好 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金教练，林小姐，要搞什么代志啊？你到底是偌欠钱啊？连猛男秀这种钱你嘛要赚？啊，若是有健身房的学生看到，伊会安怎想啊？伊要安怎想，迄是因的代志啦。第一，我唔是用偷的；第二，我嘛唔是用抢的。我是靠我家己的能力来赚钱的，安尼到底有啥物唔对？我再讲，拄只你嘛看到足欢喜，跳到真快乐啊！我哪有看到真欢喜啊？至少你嘛懵到你想要懵的嘛。我才无想要懵嘞，有够恶心的。我看吼，是你家己跳到真欢喜，以为你会当卖弄你的 muscle 甲趁钱。安怎？这种钱比做健身教练搁较好赚着无？迄天我听到你讲你要带你女朋友出国去耍，啊，你女朋友敢知影你伫遮剪彩做猛男？你听到我讲要带我女朋友出国去耍，你是咧喊面哦？哎呦，莫假啊啦，我拢听着啊！你讲爱搁五万块才有够出国的费用，敢毋是？
这个摄影师确实袂歹，把阮的婚纱照翕了足好个呢。安怎？婚纱照翕了袂歹吼？妍希，你相片要袂传了无？到时用看到要哪？你讲的别人敢是有鸟话？我才袂这样讲的。明知影有婚姻法，我哪有可能把相片传给伊，让伊有证据会当告我迫害别人的家庭？你知影就好啦。我是怕你信第一件起来，到时咱学袂来啊！你放心嘛，这个相片我即个传予你，我爱你替我拣一张你上喜欢的，我想要把伊印出来，放伫个房间。你是这个阿计要创啊啦？啊，即马手机啊内底拢放相片啊，啊你要看，唔是讲随时拢会当看？手机啊，我当然会放啊，啊不过房间我嘛爱挂，我唔管啦，你紧嘞，拣一张予我。好啦，我今好阿甲你讲啦。多谢你哦，我嘛会拣一张我上喜欢的。到时阵咱两个人着看，咱是毋是有拣同款的相片。三号。哦，先安尼啦，我今好阿甲你讲，来，拜拜。向凯。要拣啥物件？病院的主任呐，伊讲叫我拣一张心脏超音波的相片，要做案例解析的啦。你感觉即摆着拣予伊？无遮着急啦，明仔载病院予伊就好。所以你即摆有伊吗？安来啊？阮爸妈来啊啦，你敢要出来含拍一下招呼？免啦，花婷看到我也袂欢喜啊！你甲因讲，我甲你困倒啊。上好，卖阁生气好无？阮爸妈自你细汉就看你到大汉，因拢真了解你是啥物款的人，免哪有可能会有看袂起你的想法。咱拢是一家伙安尼，敢讲你袂安尼扣分一世人哦？扣分啦，不是我好无，是恁妈啦。小可代志，定咧细细念念一世人，是袂顺咯。哎呦，不过妈的个性你嘛知影，伊就是安尼啊。你愈要甲伊搭哦，伊就愈歪替你。讲起来哦，啊恁两个都同款个性啊。想甲伊同款啊。真好。不管怎讲，我妈是时大，你敢会看到我，还佫有把台底囡仔面子上，去甲伊回一下实嘞，讲几句啊好话。伊心情若好，自然就无代志啊。你着听我一摆嘛，好无啦？嫂啊，高兄，这茶袂歹呢，加啉一下啦。啊，是讲嘉文要叫郑浩这尔久，还阁袂出来，是毋是无想要见阮两个啊？哎呀，哪有可能啦？可能还阁伫咧困啊，我来看卖。郑浩，郑浩，恁丈人娘来。
爸妈，哎，咱今麦是安怎？卖讲丈人丈母啦，就算讲出来见一个普通的人客，万免叫迄面相这么歹看着。哇，正好也无安怎，你免那敏感啦，啊。你哪遐久才出来？拄啊伫困哦。无啊，我早起来。啊，正好拄才咧无闲病的代志，咧甲人讲电话啦。啊，敢处理好啊？啊，若是还袂处理好势吼，你唔免怪阮啦。啊，你说你无闲啦，啊免你吼，到时佮怪阮讲耽误着你的代志。哎呦，嫂啊，你唔免爱讲笑呢。啊，正好哪会敢怪恁啦？阿姨。啊，无啦，无啦。啊，唔知影正好今日放假啦吼。啊，若较早知影吼，啊袂透早来叫叫你休困。哦，啊，其实阮两个是顺路看了才问。啊，哎呦，公兄，啊，你讲迄什么话啦？啊，咱两家人哦，都敢那一家人同款，哎，那就顾虑正好啦，想要来就来啊。你误会，我唔是迄意思啦，我是感觉讲，两家人啊，亲还亲啦，啊，不过囡仔大汉啊，有因家己的想法，哦，啊，咱做时段，对因应该有的尊重，也是爱有。哎呦，无迄落代志啦！啊，正好嘛，知影讲吼，恁讲伊吼，拢嘛是为着伊好。啊，其实恁讲的话吼，阮正好嘛听在心肝内啦。啊，是讲有当时啊，伊的工课较无闲吼，无去注意到啦。那是有这心就好啦。有啦有啦，啊，因两个人的手指吼，正好嘛买啊呢，啊嘛有挂起哩啊，啊来恁看者。前两天手指挂在手的，啊，来拔起来啊！啊！咱的爱啊，风风有做阵行。因两个人的手指吼，正好嘛买啊呢，啊嘛有挂起哩啊，啊来恁看者。前两天手指挂在手的。啊，来拔起来啊！啊，无啦，迄寸手就袂好，挂到枕头拢会疼。我昨暗真无简单，才甲拔落来尔。妈，啊，伊迄手指也无全折啊，啥物通好摕出来锻炼啊？嘿，啊，你即摆讲这啥物话啊？啊，恁丈人丈母，敢是看手指的价值？啊，若袂下吼，方劲较大个，哪会拔落来就歹挂？免麻烦啊啦，我做去找就好啊。啊，你是要找遐东西啊？你若是有心找吼，我来开门啊。佳云，二姐，来，请进坐。哎，爸妈，你哪嘛来？真正就拄好呢，爸妈因老孙都经过，啊，你姊夫今仔嘛休困伫厝诶。哎，佳云啊。啊！你哪会用走嘞？因为阮公司配合的婚纱公司啊，昨上阮买回优惠券啦，会当去婚纱照，买当去全家福。我想讲二姐结婚的时间就赶的，无去着婚纱照实在就可惜的，所以我想讲摕优惠券过来，看二姐甲姐夫有闲的时阵要去翕一下无。哦，哎，啊是讲这面钱人敢会来凊彩去？袂啦，这间婚纱公司的口碑真好，我们才会甲因合作，而且人客对伊的评价嘛足高的哦。既然安尼，就千万唔当拍算啊！佳云，多谢你呢。正好，啊，你啥物时阵有时间？我唔知呢，我时间做歹少嘞。时间家己爱想办法啦，啊，即个也免开钱啊。你真正是赚着呢，啊！而且趁嘉文巴肚还袂大起来，嘛应该爱翕一下。对啦，啊！若等囡仔生落来哦，啊，顾囡仔就袂有啊，免有迄个心思去翕迄啦。这是嘉云的好意，咱就来去翕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若无时间，我来找看卖啊。
无，我看安尼啦，正好时间遐歹瞧吼，伊今日拄好放假，无起来翕啦。今仔日，妈，我安怎？你毋是讲你今仔日放假，要好好睏一下，啊你毋通讲哦，啥物病院有代志，要阁叫你转去哦。今仔日呢，我今日无陪约人客。 安尼哦，哇，真赞嘞！啊，亲家亲嘛伫个，无归去吼，咱来翕一个全家福，安尼好不？嗯，我嘛爱去哦，免啦，有少年人翕就好啊，因较重要啦。是啦，阮两个老唔免去啦，啊，免得吼，互个人员啦，啊，到时来翕了无好，啊，就阁怪阮家来。 爸妈，二姐，还有二姐夫阿玲都袂赴啊！我感觉月阿姨提议袂歹呢。是啊，爸妈，咱大家做伙来去，安尼较老嘞，嘛较有意义啊。是啊，咱做伙跟月阿姨、二姐、二姐夫来去全家福老做纪念，啊，若无要等到大家拢有这个时间，唔知还要等偌久呢。是啊，咱实在遐久吼。 敢若从来唔捌予我爱大家做伙翕相呢，莫阁提示啊啦，来去啦。好啦，爸妈，做伙来去啦。啊，都既然大家拢安尼讲，咱做伙来，好。你讲好就好啦。我都要先转来换一件衫嘞。我帮你安排。安尼好啦。 真正拢足水的呢，进前哦，替人化妆看人结婚，阁无啥物感觉，即马家己要订婚纱，我煞连恁唔知要安怎订啊。二姐，我感觉你开始下古典风格的婚纱呢。嗯，我看觅。我爱化妆哦。当然咯，人是专业的，侬嘛爱照起工。哇。 林佳云哦，有影有够敖呢，今仔日饭也好去哦，咱家应来遮尔啊好的所在拍婚纱，互家门哦，嘛因装甲水水水，甲别个新娘同款。啊，若无我心肝内哦，一直感觉对家门足亏欠的。啊，别安尼讲啦，就算我今仔日无翕哦，我相信正好嘛是安排，哦，莫放你心内啦。上好真正有安排啦，有影真歹势啦，啊。 正好会变甲安尼吼，连我家己都看袂落去啊！有影是我含蛮假囝啦，啊我一直吼拢无机会甲恁吼核实嘞，歹势啦，歹势。莫安尼讲啦，啊正好当先过来做主治医生的吼，一定有一大堆代志要等你处理吼，阮拢会当体谅。是啦，啊我是爱念忘念，我袂怪伊啦，啊不管哪讲，伊嘛是我的囝婿的话。 我知啦，多谢恁啦。是正好，唔知影小号，我会叫伊好好改进啦，吼。会使开始化妆了吗？啊，会用的，麻烦你哈。看咧，办事我咧，我咧小可紧张，刚刚我是神农。啊，当你是紧张心的，你俩是讲你是主角心，嗯，啊，人食米粉，你咧缀人咧化烧啊。 化妆师麻烦你哈。姐夫，
看起来足忝的呢，最近足无闲的吼。对啦，最近有较无闲。这出新娘衫，把你的身材，还有你的气质，拢表现出来安尼。讲真实的，正好，你感觉嘞，够好看。袂歹啦。那安尼，我得三七四好啊。加减几丝啦，啊，还过来做呢。这时阵哦，免客气。敢袂用的？当然嘛会用的，你是主角。上吊也是你啊欢喜，你慢慢啊叫，我去回家电话。小可，细细的代志解决了没啊？敢有啥物问题是吧？无啦，因为伤临时，婚纱公司的摄影师拢无闲，我才会请小可斗相共。已经无问题啊，我有请到一位足厉害的摄影师来替恁翕相哦。你讲的是毋是顶下替陈市长早间翕相迄位啊？冰糕，无毋对。你真有够懒哦，伊遐大牌呢，这临时你嘛请来叮当。哎呀，不是我厉害，是咱饭店的执行长夫人要去全家福，谁敢怠慢呐、啊？你真正咧讲讲呢？哎呦，无法度啊，为着嘉文姐，只好安尼做啊。这嘛代表讲我的肚子有够大。二姐，免烦恼，你就安心啊去翕相，其他拢交给我。多谢你。我即摆无方便讲电话，有啥代志？相片到底算好啊袂？我随镜。哇！亲家亲嘛！哇，恁安尼哦，装起来哦，袂输新郎新娘呢。有影吼，哦，啊，你看起来吼，嘛就大家班呢。是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较早恁结婚的时阵，敢有遮高工？无啦，我较早结婚的时阵吼，哪有遮尔啊麻烦啦？啊，是讲吼，哎，啊，你要用一年吼，佫真有班哦。我今日安尼装起来吼，袂输惊死嘞。是哦，家己补习的臭臭。啊对啦，啊嘉文迄新衫唔知拣了安怎，咱来甲看卖咧吼。哇哇，行起来，行行行。拍摄拍摄，张先生好，张。对，是你。你搁要翕一遍婚纱照哦？是我怎翕的？你摸摸伊哦。正好，啊，你阿叔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正好，啊，新娘吼拢准备好啊，你要过看卖无？拍摄啊，我认不着人啊！拍摄拍摄，
嘉文，安尼真好啦。摄影师，你来啊！大家拢已经准备好啊，会当开始去上。 安尼真好，哎、欸，妈妈来，卡我哎，哎、欸，安尼真好，真好，嘿，对啊，卡呢安尼卡够水好，才开心哦、喔，好，真好，来，搁一张，哎，好，安尼真好，好啊，安尼爸爸妈妈会使先休困一下，辛苦啊，谢谢，阮会当伫边仔看哈，啊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OK， 好，你唔捌跟我一个求婚过，无来献求婚的相片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应该啦。正好啊，你规个甲嘉文求婚啦、啊。林阿叔啊，你较专业，无你看应该安怎摆姿势吼？你小甲教一下啦。变啦。哎呦，恁都已经结婚啊，是咧拍摄啥？表现一下嘛。 无事啦，肯天气就热，我尼古代个咧想安尼，无代志啦。哎，你手毛拢流汗呢，也是要先休困一圈啊，咱较唔才去。免啦，即马紧去就去啦。来，好，安尼咱继续哦。好来，小开心哦，真好，好来，哎，深情哦。 愿意。林永健教练，差不多我下课啊，你。
先伫遮等一下，我去甲叫。既然连这么细汉的查某囡仔拢来找金永健送花，金永健的粉丝 range 敢袂伤大？金永健安尼残害国家幼苗，我实在无法度当作无看到。妹妹你好，姐姐你好，请问你多大？我国中。国中啊？啊，我刚刚有听到你是来等金永健金教练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在等金哥哥。金哥哥？妹妹，我看你年纪还阁遐尼小，应该要认真读册，莫耽误会较好啦。而且哦，不管是年纪还是人品。金教练都不是你谈恋爱的好对象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金教练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是我的赞助人。赞助人？嗯，他从我国小三年级开始赞助我读书，鼓励我学跆拳道，还出钱让我出国参加比赛，我是特地过来谢谢他的。小镇，金哥哥，这个是我从我们家的花园里摘来的，特地拿来送你的。谢谢你出钱让我出国参加比赛。哇，小珍，谢谢你呢，你给我专门摘来家送我花哦。啊，钱的事情又没有什么。谁说没有什么？五万块很多哎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筹钱。金哥哥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小珍啊，你不需要跟我说多谢，只要你好好读书，专心比赛，希望为国争光，爱你话。好，我一定会的。虽然我哦，我都伫现场看你比赛，啊，不过我伫咧家咧，嘛会祝福你，替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嗯，明白。耶、yeah! ！怎样？最近练得怎么样？还行。原来金永健遐尼啊认真拍拼赚钱。是为着要赞助这个查某囡仔出国去比赛旅费，我竟然误会一事，啊，害啊啦，这些代志大条啊！哎，张先生，太太上往后啊，我随过去。多代志多谢你啊，希望你能替我报仇这个秘密，别甲别人讲我之前捌甲别人迄个婚纱。你放心啦。我无吃白吧。你最好是讲个清楚，你到底是搁做甚物代志？是在讲啥啦？我拢听你的话来翕婚纱，你敢能有帮我刷好无？你莫阁假啊！拄只迄个娘娘叔甲你讲啥，我拢有听到。即马你阁走来遮，甲伊指指楚楚，我就知影讲，伊绝对无看唔着人。你要老实讲无？我是要讲啥啦？啊，就无声。你唔讲，我嘛约会着。你嘛带迄个王经理去翕婚纱照，对无？你哦，你心肝内到底是伫想啥？你来要甲伊翕吧？啊，严师就讲伊想要翕，翕要留一下纪念的，才无声啊。伊讲你就是。你是头壳歹，竟然答应伊，这落婚纱照敢袂用黑白翕的，哈？啊，若别日去让看到，你要安怎解释？嘉文兄，你是要安怎交代？袂啦，妈，严师知影分寸，伊袂有袂讲啦。伊若是知影分寸，都袂做这落要求。迄个查某头壳有问题，伊是迄种哦死难不愿放的个性。你到底是安怎甲伊讲的？有
啦，该讲我拢讲啊。问题是，迄个王经理敢听会入去？伊是听伊想要听的。正好，离家远的，莫提你的婚姻讲算笑。万一若出代志，妈妈嘛无才调救你啊！好啦，我知啦。哦，这是江湖变身啊，用来骗钱的物件，是邪魔歪道，唔通阁用啊啦。那安尼，你更加我看法，看会当去生一个囡仔孙洪阿妈婆无？你放心啦，恁家的资料我拢有，替我管来。这好时机已经走向你了。那安尼，敢有解？即马你上重要，是要把握良辰吉时，赶紧做人。只是啊，你阿母拼命超时间来行房，你会较辛苦。只要会当给囡仔生落来，我唔惊辛苦啦。神的，你紧甲我讲，倒一个时辰较好啊？天机不可留泄。嗯。他说，那是因为共斗三工，留泄以后，福报会搁较大呢。神呢，拜托你。贪财贪财，那呢哦，我来好好详细替你看卖。金丑、甲午、乙亥一连五时，阳气上旺，拢是好时辰。哟、嗯，今仔日就好的时辰咯、哦。喂，哥，嗯，哇，百起一间哦，这倒是得专用。这会议室啊，起这么大间啊，对恁咧做人，我都这么长哦。你搁尽量开玩笑不要紧啊。秘书讲，爸要跟咱开视讯会议，万不如伊即摆已经在等啊。你讲得慢吞吞，行。哎，无啦哥，啊，我咧讲哦，是俄罗巴讲，伊生意愈做愈大啦。爸来听着哦，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卖不开玩笑啊，特别到爸开会的时阵哦，讲话较细腻的，安那无真正熟客，知无？哦，我无记得打。行啦。啊，上台，你唔接电话？韵如啦，紧接电话啊！喂，韵如，啥代志啊？我即马拄要开会呢。我唔管你开啥会，拢莫开啊啦！即马紧倒去厝啊，较慢就袂赴啊。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来接电话，紧听话。你莫问遐尼济啦，咱是分秒必争的，紧倒去厝就对啊。喂，喂，水果，喂，啊，你某开讲啥？伊无讲啦，伊讲吼，叫我赶紧回去啦。伊讲得较慢的，许就袂赴我啦。较慢就袂赴我，还佫徛在遮创啥？赶紧回去啊！嫌佮吼要甲爸开会呢，啊，放来问去。爸那边我会处理啦，有代志我会担，你紧回去。好，哥，那麻烦你啊。韵如，韵如，
水妹，水妹，你先坐啊。人家等你好久哦。喂，水妹，你这么赶紧叫我回来，你就是要跟我塞奶？拄只电话内面，你毋是讲什么代志袂赴啊？时间袂赴啊！花园整理了袂歹，等春天若到吼，花拢开吼，一定足水的。对啊。啊，你今日那是怪怪哈？哪有？哪会无？平常时啊，我袂开嘴吼，你著讲几堆。啊，我今日吼讲几堆，你才甲我应两句尔。互你妈妈骂上？啊，毋是啦。啊，无是啥？阿妈，我敢若家一个人，误会上是歹人嘞。哦？啥物人啊？我的健身教练。查甫还是查某的啦？查甫的，啊，不过不是你想的安尼哦。原本我当作伊这个人哦，无老实，啊，专门讲好听话骗查甫囡仔买伊的课。我搁爱别个会员哦，卖跟伊做教练。啊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伊趁钱是为着要帮助学生出国去比赛。我哪会这么戆啊？家己想家己对。啊，知影唔对，就家己核实了啊。我嘛知影啊，啊，毋过安尼足无面子的呢。我之前对伊讲足侪歹听话，啊，伊若毋接受，我毋着阁愈无面子。做毋着代志，阁还阁有面子啊？啊，恁毋着拢包赢。阿妈，阿妈讲互你听啦，你毋通当作甲人点头下死的都无面子。承认家己错误是一个人的本能。甲对方讲一声歹势，是为了后回见面袂歹势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若伊无爱插我，啊，我毋着阁愈歹势。不过你心内较袂硬腰啊，而且你个教练遮尔善良，伊一定嘛真有风度，袂去甲一个查某囡仔计较，阁是生做遮水个查某囡仔呢。阿妈，听你安尼讲哦。我就较有信心啊！有信心吼，就把诚意提出来，紧处理你的。真正敢是教练尔？哦，对啦，阿妈，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啊，啥物男朋友我一点仔拢无需要，你莫操烦。啊，我三个孙，敢若你一个无伴，我哪会袂操烦？我有你啊，咱两个人会当做伴。你做大公主，我做小公主。我不是大公主，我恁阿妈。哈哈哈！哈，咦，啥物件在你遐？啊，这是伊遐的公事包啊。啊，伊不是咧上班，哪会走回来？唔对呢，啊，敢会阁是患病啊？啊，咱去遐看麦。好。喂，啊，先做一定爱即马啦。等你看的时间，咱们是查甫在趁即马，较紧的啦。哎，哇，哎，救人哦！哎，哎呦，哇，志文啊，你先放下。阿妈无代志啦。哎，你这大声讲我无代志，你门拍开啦。要无我入去哦。哦，好啦，我再来开门啊。阿妈，啊，你来这时阵走回来，你人无爽快哦？我对。阿妈，这是台湾，唔是美国呢。恁回来才调整时间啦，唔然安尼日时暗时颠倒病。阿妈，伊遐意思有甲你的话听入去啦，要互你赶紧抱孙啦。啊，不过应该爱做的代志，就应该做啦。珊珊平常时伫厝内，伊还是囡仔咧，你嘛稍微顾虑一下。
系嘛。虽然你去怪我，我拜托你，以后唔通阁安尼啊啦。哎呀！喂，啊你敢去帮我刷？计时还够十五分钟，还够衣服。哎呦，今麦连酒酒都无法度啦！我拄则去学龙马街哦，我真无迄个心情啦。卖都卖嘛，不过后一个计时哦，是凌晨四点。你今日较早睏哦。凌晨四点？嗯。哎呦，水某呀，生我当个大人了哦，你敢关心搞到什么生囡仔啦？生囡仔不是安尼母的啦。我是为着你才会这么紧张的。你卖当作大兄甲大嫂拢安尼无要无紧，你就当作是真的。这你若输大兄。你就输伊输到舔舔舔。正好，你啥物时阵才是真正属于我的？阿姆，你哪会来啊？来，坐啦。我就知影你会改变你的想法，我比吴佳文搁较好，你应该会支持我对无？你要啉啥物？你要啉茶还是咖啡？阿姆，我应该叫你妈才对啊。唔要。啊，不过我想要安尼叫你妈。阮妈真早就无伫个，我真正想要把伊当作是家己的妈妈，尊敬、好好友好。你误会啊，这声妈妈哦，我担当袂起，我嘛无迄个福气，请你以后莫阁甲阮郑浩哭哭啼。你的意思是，既然你无想要支持我？是安怎？你专工走来遮？我知影你甲郑浩偷偷啊去翕婚纱照，对无？是郑浩甲你讲的哦。妈，阮是光明正大的去翕相，毋是偷偷啊去。你看，郑浩伊对我足好的。伊根本拢无爱吴佳文，所以妈，我拜托你，莫阁去逼伊啊！我求你，成全阮两个人好无？你即嘛是伫讲啥？你敢毋知影佳文是阮张家的新妇？结婚登记只不过是一张纸尔，要拆随时会当拆。唔对，伊毋若是一张纸。还佫有郑浩对嘉文的感情佮执迷，王经理，你是安怎到即马还佫袂了解？郑浩伊是无可能离开嘉文，请你死心。妈，无了解的人是你的。虽然你一直想要阻挡，啊，毋过郑浩伊爱的人是我，伊最后选择的嘛是我。好啦，妈，莫阁讲这個。今日你拢来啊，你着陪我选一张相片好无？选什么相片啊？就是我甲郑浩的结婚照啊。我是要拣一张会当放大，放伫个房间。你看，倒一张好啊？这。郑浩哪会变咖呢？妈，我甲郑浩也真速配着无？相片我看了几落摆，甲你同款，愈看愈感动，感动到想要流目屎。你看我甲郑，你哪会变安尼做？你明明知影郑浩有无？因两个人已经有囡仔。你哪会讲放手？
你哪会好好一个千金小姐唔做？你偏偏来要去做破坏人婚姻的小三！正好伊有酒桌，伊讲压的人拢是我，所以吴嘉文，伊才是真正的小三。伊真正偷到歹去，这种话你也讲会出嘴？我都已讲唔对啊！你甲吴嘉文根本无应该用感情甲正好绑掉的。敢知影？假使毋是正好，这尼啊善良，这尼啊友好，伊无可能甲吴嘉文结婚。就是恁的自私，我即马真正足艰苦的，你敢知？无可能，但是毋是参照你所讲的安尼？那毋是安尼？结婚登记，毋是你毕竟安尼做的，是恁爷要爱伊伫个户政事务所下班进前去签迄个字，敢毋是？迄是顾秋子，敢毋是你买的？是恁爷要阿姨挂去的，不管手指敢有合无，关键是是你，是你伫逼伊离开我，啊，不过你敢有尊重过伊的意思？正好所有做的代志，有倒一件，是伊家己主动、家己愿意去做的。咱的爱啊，风风雨。做阵行，正好所有做的代志，有倒一件，是伊家己主动、家己愿意去做的。你莫讲我骗你，你若是不小心，我即马卡好正好。请你过来，讲清楚。免卡，无需要叫伊过来。我今仔日来，只是要甲你讲互清楚。安尼上好。妈，你嘛是查某人，你应该会当了解我的心情对无？人讲一巴掌拍不响，外有哪有可能拢是小三的唔对？我爱到已经够委屈啊！我即马无要求你会支持我，我干那要求，我会当偷偷我去爱伊，阮的感情袂当公开，你敢知影？我有偌无奈。你讲的根本就是歪理嘛！我都会讲唔对啊！你讲袂了啊，你就讲是歪理。好啊，那你讲，到底是啥物才是对的？你讲啊，你讲给我听。你抢人的红菜就是唔对啊！你无需要变到遐济啦。既然你讲袂通，那你我即马广播叫郑浩入来，等一下。拜托的。代志若老大，对你嘛无好。我只是要来，搁甲你讲一声，我的新妇敢若是嘉文，无其他的人，你莫少想。啊，不过人的想法在改变，正好就是这个嘞，敢不是？你莫点啊妄想，无可能改变。只要我伫，你就无可能离我丢开门。既然跳破面，佮话讲到遮尔啊喘，讲来讲去，也毋是为着迄个查某巴肚内底。有丢家的骨肉，好，那你就莫怪我心肝凶。
祝生娘娘在上，幸福真美如。今日诚心诚意，看这物件，阿爸向你来祈求，希望早一日会当给我一个聪明、健康、搁够讲话囡仔，来给我第三查某囝佳云，啊，给因林家会当团香会。嘛，希望祝生娘娘会当保佑我第二个查某囝佳云，为巴肚内囡仔会当顺利出世。我家平安，到时阮就准备油饭加酒来给您答谢。多谢祝生娘娘，多谢祝生娘娘。啊，对啦，咱先来把杯吼，啊，看祝生娘娘是不是蛋花两蕊白花，给我带倒转去。白花哦，啊！你想要嘉文跟嘉韵两个人拢生查甫的哦？哦，这拢什么时代啊？生查甫查某拢同款啦。林家是大户呢，啊，志明阁是大房的长子啊。伊当然嘛希望讲咱嘉韵吼头一胎就生查甫的，会当早一日开枝散叶啊。啊，我就是替吼咱嘉韵来设想的啦。啊，嘉文，正浩因家就无这个问题啊。正浩因家的问题搁较大，啊，你嘛知影正浩因三代单传呢。啊！因爸爸佫早早就来过身，啊，为着要让这个家族会当兴旺，伊当然嘛希望讲咱嘉文会当头一胎就生查甫的啊。真彩啦！对我来讲哦，只要两个人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查甫查某拢同款。好啦好啦，先来问祝生娘再讲啦吼，行。两个新妇哦，第三应该无问题哦。对对对，啊！嗯，哪呢？我来换手看卖。啊，好啊好啊。都唔相信我入白无过。哦，咱第一届来吼，啊拜祝生娘娘，敢若早一点仔花甲水果都想要哈，包些查甫的哦。安尼想过为咱祝生娘娘的啦，不过伊吼也感觉咱无够诚意啦。哦，啊来安尼咱免啦。啊，今日到这为止啦吼，啊有闲过两工接过来，定来烧香，定来拜拜，安尼哦，祝生娘娘才会看得出咱的诚意。好啦，啊，无就听你个，啊，咱物件收收，先来等吼。好。哎。哎呀。喂，哎，梅惠哦。啊，无啦，啊，我就含国辉啊吼，来祝生娘娘家啦。啊，看，嘉云啊，啊，甲嘉文会当生查甫的无？啊？你有生查甫的撇步？饭店配合，到时阵为婚纱、喜宴、住房，拢有规套的服务。木无同的风格，或是时尚风、华丽古典风，拢会当阁规划。来，这互你参考看卖。歹势，我先接一下电话。好。喂？喂？哦，信号哪样差啊？哎，摄影师，哎。林太太，你来啊，拄啊好啦，请教一下，阮二姐相片较好啊。哦，歹势，因为我最近较无闲啦，所以迄相片哦，我拢还袂修片呢。哎呦，阮二姐是阮家上水的，完全是模特的水准啊，唔免修片也真好看。过来等下我看卖。歹势啊，因为我阁有约人客啊，我赶去摄影棚拍照呢。这摄影师，阮拢已经开晚会啊，稍等下就要转去啊。你昨昏去伫倒位啊？执行长夫人拢已经开嘴啊，拜托诶，互阮看者啦。啊，好啦，无恁家己找啦，拢伫这笔电内面。啊，安尼我先去无闲啊。多谢你，你先无闲，阮家己看就好啊。嗯，好。拍摄拍摄。不会，我先去跟我主管讨论一下。嗯，麻烦你啊。不
也是大牌摄影师呢。嗯，你搞够水啦！我就讲哦，我阿姐翕相足水的，根本都免相片。嗯，这全家福阿伯讲，拢笑甲真欢喜呢。阮家哦，等这张相片等十外年啊。好啦，那呢你豆豆看，我先甲因约后一届开会时间。嗯。几乎迄天是当时有翕独照啊，我哪会袂记诶？嗯，这查囡仔是谁啊？那伊相片难做伙？要哪安尼？现在几乎跟另外一个查囡仔在翕婚纱照。林太太拍摄迄相片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莫问我，这个就是你上清楚呢。我无问你，我问谁啊？好啦，我嘛唔敢甲你隐瞒啦。代志是安尼啦。嘉宇，你是安怎？那你看完相片就规个面青顺顺啊？是毋是感觉你的婚纱照无够水，会互嘉文姐比落去啊？嗯，那是安尼，会当叫摄影师搁替你翕一届哦。小可，我问你哦，嗯，那是你向发现你熟识真久的一个人，既然有你唔知影迄一面，而且迄一面是足恐怖的，你安那？嗯。人哪会凶凶讲变就变啊？一定是进前就有足侪蛛丝马迹，只是恁休息啊，才无发现。可真正是因为想亲啊，才拢无去注意到。也是。嘉宇，你是在讲啥啊？我敢是啥？而且看起来，一直遐尼幸福。你敢知影有这件代志？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甲志明参详，看要安怎做较好？啊，不过你嘛无妥当，这种代志安怎讲，拢应该让二姐头一个知影才对啊。嘉宇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！不过这事实太残忍了，我到底该安怎做才好？那查囡仔到底是谁？敢讲二姐夫是因为伊才对二姐这尔啊无用心的？这是嘉宇的好意，咱就来去寻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若无时间，我来找看卖啊。我今仔讲也是毋免穿衫，搁听伊讲咱做生意的，我才知影原来嘉宇计较这尔好。怪妈会关心这饭菜有合伊的口味无？不怪你会想要把查某囝紧嫁出去。正好，你意思是讲我大细心？我拄则是嘛安尼讲啦，也毋过到底有无，你大家真清楚。二姐夫对二姐，还佮有爸妈的态度，
根本就完全拢变啊！做唔对代志的人是伊呢，伊哪会敢遐尼恶质啊？真正是有够可恶的。妈，歹势啦，歹势，甲你惊着啊！夏云啊，你是咧想啥啦？哪会连咪烦恼，连咪生气啊？我伫咧想偷食的查甫人。志明？唔是啦，唔是志明啦，是。二姐，我问你哦，上你怎样迄王经理啊？你敢会敢做熟个啊？我即马拄好咧陪伊买结婚用的物件。你伫倒位叫物件？吴佳文，你倒一点会当甲我比，倒一点配伊去正好，我袂阁因为你艰苦。阁等一下，咱大家就会当解脱的。你是不是已经对不起我二姐啊？我是。你即马啥物拢莫讲，你讲的我拢袂相信啊！我若甲吴佳文送落去，就是过明显啦。我应该爱。我二姐才会知我老天在想我，你也关心我，你闲来连一句关心都无。我嘛希望我阁甲伊交关关。竟然讲这话！我拜托你好无？你唔能阁迷信遐有诶无诶啊啦！这对咱生囡仔一点帮助都拢无。我闲来做这个代志，我来做这个代志，拢是为着你甲妈诶地位。囡仔无爱念，你心肝是要创啥？那你我问你。囡仔要安怎？这个囡仔是我甲嘉文出来牵连啦！你这精神，精神，精神！那呢，我歹听话讲在先，假使你妈若替我出气，我绝对会变的。就莫讲我无带着咱阿母的感情，所有后果你家己负责。水某的啊，我敢若希望讲你唔通去遐尼迷信啊啦！你讲到这尼简单，咱还阁有偌济时间啦？那大嫂先生，咱就真正输啊！你走来边想要找郑浩吼？是啦，伊的物件也袂记伫咧厝了，我替伊送过来。伊就伫咧病房内底，你直接入去就好。我甲饮水，应该袂破坏伊。你袂遮尔巧，你竟然搁伫病房内底倒水给患者啉，真正毋知影是我。即届人体公办，阮替咱倒三工。承担，点点点点在我心肝，痴痴痴痴情袂变卦，点点点点在我胸坎，真真真真爱无别人。红红